看了。今天是黄小厨最后一门考试了。Are you ready? 我们这就要出发了，下午再见。看这个真是冲动的流大鼻涕了。晚上好，看看这位考完 final 的人一脸愁容。所以我就不再多问他考得怎么样了，看他的脸就能知道阅读理解的答案了。哎呀我去，好冷啊，真是对不起大家了，我们俩太没有创意了。天天米线。对呀、啊、因为到了冬天真的是不知道吃啥了，吃啥菜。嗯，看黄小厨多认真的在夹小菜。我们今天要的番茄锅看着还是可以的，嗦粉开始。我俩已经酒足饭饱了。嗯，我们现在去优欧退一下货。之前优欧不是在打折吗？然后买的那个衣服质量太差了。快看这条街，这是酒吧一条街吗？也算是。看看这个，哇、哦，特别有节日氛围。我想把它拖回家。看这边，灯火辉煌，全都是 Christmas 的 deco。大家快看这家店，这家店里面女服务员就一个个穿的超级的少。一个个，对，一个个穿的特别的清凉。哎呀，好大的脸！哎，咋越来越大了？好了。哎呀，好冷啊，我鼻涕都出来了。我手都该冻僵了。那快放进去吧。一会儿优欧见。猫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这个猫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五十？五百？啊！就它呀、啊，500。哇，这里面都是小球球 ，Cheesy Puff。嗯，好可爱呀、啊！这是 Unicorn 吗？对呀。呀，会变色的 Unicorn。你看这个。干嘛呢？我不知道这是啥，就是剪牙的吧？开头。可以、啊。让我试试。这段剪掉，不能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黄小厨新找了一家 taco 店，我们俩去尝尝 taco。我现在超级高兴，就是前段时间嘛，我们教授不是要做一个我们team 的 website 嘛。虽然我没有什么经验，但是我还是揽下了这个活。嗯，今天给教授展示了一下我的那个 website， 然后他超级满意。哦，真的是，就是你完成了一件事情，然后得到了别人的肯定，这种感觉真的是超幸福。哎呀，我已经用了无数个超了，反正我就是超高兴。你能看出来我今天化妆有啥不一样吗？仔细看看。紫嘴，绿眼睛，太直男了，好看。我前几天看网上说，只要是女的见女的，一分钟之内就能看出来这个女的戴了什么样的美瞳，涂没涂底妆，画了什么样的眼影，涂了什么色号的口红。然后对于男生们，只有一句话，就是好看，就是好臭啊，哪的味儿？你放臭了。你才放臭了呢，我臭不这味儿，是不是你？不好意思说，幼稚不幼稚？你看黄小厨幼稚不幼稚？非要放个这个在车里头，傻不傻？傻不傻？你看这边大街小巷都是这种小房子，就是停车用的，省得积雪砸车上不好挖。你看这儿又一个这种，这在打地基吗？房地。哦，这真是在建房哎。对呀、啊。冬天建房、好厉害呀、老大哥手不冻得慌吗？我们就要来这家吃了， Let's go。 在这还是这里面？这里面吧。对，这里面吧。超级有伊斯班牛的风情啊，看看这家小店，我有种预感一定会好吃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咱这有种国内青辣椒酱的，家里腌的青辣椒酱。这是啥呀？就你的
这是我的肉吗？然后这是瓜卡莫，再加上米饭，还有豆，还有饼，主食。这是黄小厨的汤，这啥汤啊？团提拉汤。尝尝，快尝一下，为大家展示一下这首，咦，还能拉丝儿的汤，好喝吗？这么好喝吗？还是不好喝呀？应该好喝，你又喝了一口呢，奇怪的味道。好喝，但是好奇怪呀。让我尝尝。我尝出来这个汤是啥味儿？就是你小时候喝过方便面的汤吗？我感觉就是方便面的汤，然后泡上了几片的这个托提拉。哇，它这个肉皮超级野蛮啊！你看，像不像那种三无产品大辣片？我来卷一个饼，看看，这是这个 plate 里面附赠的饼，我们要大饼卷一切。这个辣椒酱好像不是特别辣，刚才都不小心挤多了，也没有什么辣味。太满足了，我要尝尝这个辣椒酱，挑战一下自我。这个酱真的是太辣了，完全受不了。你要试试 habanero 的。habanero。我要来切一块肉尝尝。这个肉真的像学校门口卖的那种辣条，晶莹剔透的一大块肉，感觉有点干，还有点咸，所以夹饼里面吃。看看黄小厨的三个塔可，这个超辣，我刚才尝了，特别辣。那个是 spicy mayo。我们俩吃完了，好咸啊！我现在感觉满嘴都是盐。给他打个分吧，十分，六分，还没有喊三二一你就曝光了自己，你还给六分，咋给那高分？塔可挺好吃的，我给两分，太咸了，而且还没吃饱，不够吃。我有种预感，一定会好吃的。这是我俩给爪夫的新玩具，你看，那是一个小苹果，然后里面有个洞，我们就会把它的零食放在这个洞里面。看他每次一见这个就超兴奋 ，sit。等着，我给你放哈，别着急。从这儿到下面，全是卷福的零食。零食已经放在这个苹果里面了，现在是卷福表演时间。Are you ready, 卷福？准备好了吗？去吧，皮卡丘，就这么滚，滚着滚着零食就会掉出来一个。呀，咋办？滚到哪儿去了？卷福滚哪儿了？你小苹果呢？小苹果呢？在哪儿？我去给你捡出来，好不好？哎呀呵，这太考验我了，我胳膊不够长。好了，要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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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吧，别往里面滚了。哎呀，嘿，好了，往那边去，往那边去，吃吧。卷福对这个超级上瘾，真能给他玩一天，对不对，卷福？你看，理都不带理的，卷福，卷福，卷福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看我们俩死肥宅之夜，开了今天的 Dorito， 然后喝着 Sapporo， 他在玩游戏，我在看新的连续剧《大江大河》，感觉还挺好看的呢。王凯演的真的不错，这个童谣演的也真的超好，感觉他跟章子怡特别像。完美的夜晚，快乐死肥宅。Morning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星期五了。刚才把妆化完了，然后突然想起来上周五我同事不是送了我两根口红嘛，然后就想试一些颜色看看怎么样。这两支都是 The Body Shop 的唇釉，一个是这种偏紫色的，然后另一个就是这种
荧光红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，有种特别淡的大大泡泡糖的味儿。这个颜色虽然看上去是那种荧光色，但是涂到嘴上看起来感觉会比较适合夏天吧，因为颜色比较浅嘛，而且还特别的富有生机。现在是我们的第二支啊，这个是 matte， 会不会比较干？让黄叔看看去，适合我吗？还好啊，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太粉了？喜欢吗？不错。我们这就收拾收拾出门了，一会儿见。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往 4S 店去，因为我们的车被 recall 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上次他打电话，然后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因为啥。今天就去看看到底要修多久。完美的周五，不想驻足在 4S 店。有没有谁跟我一样受不了车里面有其他香味儿的？我真的是受不了。我好像打小就不能闻车里面有那种味道，尤其是原来那种出租车里面是柠檬味儿的。哦，一闻我就立马晕车，一秒钟就能晕。黄小厨说这个车里面的味道特别大，所以昨天就买了一个插在这儿了。然后我今天上车，不说话了。有没有谁跟我一样？黄小厨非说我奇怪。有人跟我一样吗？有人不喜欢车里有香味吗？我真的是受不了。可以有饭味，但不能有香味。吃饭了，我们俩现在准备去吃个 brunch， 好激动呀，要去吃饭了，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快走快走。我的汤先上来了，这是一个 lentil soup， 这个汤里面巨多的蔬菜，就是什么胡萝卜呀、洋葱啊，还有芹菜。Yep. Thank you. 我今天的午餐巨大一盘，不要眨眼，让你们看一下。就像一大盆一样，你看我的拳头，你看这一盆，你看我们三个手都盖不住，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看我的 waffle 加上 strawberry cream bacon hash brown 和 sunny side up， 还有个 white toast。 看这个已经罢工的主播都不上说话了，我要吃饭了，快没了。好吃好吃。有点快呀。没有，我刚开始。你少来，这块都没了，你看这儿都没了。这是我可没吃。我刚才给它切了一块，这是我切的，我还没有开始吃呢。没有。狗吃的。狗吃的。哪个狗吃的？吃饭了。你要干嘛？一二三。啊，是的呀，妈妈的吉娃娃，神经病！那个卷福完全不想理咱俩，是不是卷福？哎呀，看这小样子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为啥？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为啥？三二一，啊，是的呀，妈妈的吉娃娃。卷福。是不是受够了老父母的神经病？我给你带好吃的了，哒哒，小夫，我们激动吗？这个甜相好丑呀，小夫，完全不顾任何形象。你这个形象有点捉鸡。我们的 final 终于考完了，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就要开车出去浪了。耶、yeah. ！这就是我们最无聊的一周了。这就是我们全是学习的一周了，特别无聊。希望大家不要觉着烦。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